微信群里传了一个事情，就是这样说，就是说9月3号放假三天，休息在家，做完家务后只做了功课，没念小房子。5号下午做功课后，头开始炸的疼，炸开的疼很快，心中问菩萨，我头怎么这么疼呢？咋回事呢？晚上受不了，头就头疼睡着了。6号早上醒来，梦到自己被叫到地府的地税局。有人让我在 A4 纸上用黑色签字笔抄写地府的最新通知，关于许愿小房子的数量没有在许愿的时间内完成，和许愿小房子的数量没有许愿什么时间念完拖得太久的，地税部门将以10000元的罚款，并按照超过的天数按天计算收取一定的滞纳金。刚抄写完我就梦醒了，这个梦是真的吗？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。这小房子本身就是有问题的，因为这小房子如果念的话，念得好的话是到天上去的，因为它的质量不好它就到下面去了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就是一个小孩子做功课做得好他可以升学，对不对？毕业做得不好留学留级，就这样啊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是这个概念。那许愿完不成是不是按地府的这种真实，这个梦是不是真实就要交滞纳金罚款？其实地府他不是跟你算功德的，地府他的确你看烧冥纸啊烧锡箔呀啊，这些东西都是钱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地府他是跟你讲这些东西的，所以实际上这个钱到了上面，我经常说可以转换成能量的，啊，在下面就是变成钱，所以这个梦应该是有70%的可行性的，嗯。哦，70%的可行性。